没有及时的处理，没有及时的做高压氧舱治疗的话，它可能会造成痴呆，或者是造后期的神经功能紊乱一系列的症状啊。煤气中毒造成痴呆的主要是缺血缺氧，因为氧气我们是靠血红蛋白来携带到机体方面去，供给机体的氧气和血液。但是如果是一氧化碳占据的时间长了，然后没有经过高压氧舱这等等处理的话，可能时间一长，它可能造成就是脑的萎缩啊，或者是缺血缺氧，时间长了以后造成。